2022周杰琼、彭小冉现身湖南卫视《逐梦航天》2019中国航天日文艺晚会的彩排现场，共同准备一组歌曲串烧。周杰琼带来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一开嗓立马吸引住了现场所有人的耳朵，干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真的是好听到爆。在唯美的灯光映衬下，杰琼小姐姐美美哒。而最近因新剧人气大涨的彭小冉也是带来了小小惊喜，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更是凸显了小冉小清新的气质，光听声音就很甜呐。这次航天晚会，小姐姐们可要大显身手喽，宝宝们期待吧。芒果拉新闻4月24日本周三晚8点，记得锁定湖南卫视航天晚会，芒果 TV 全网首播哟，报道。